爱 lady 优家花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封面明星刘亦菲。今天的拍摄我还挺喜欢这个布景的，就很有练功房的感觉。我觉得不管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拍戏跟拍片都挺像的，状态和态度更重要。眼镜儿吧，我觉得可能艺人眼镜都比较多。夏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防晒和晒后的护肤，我觉得卸妆要彻底卸干净。挂耳面膜其实有时候是挺好的消肿的一个方法，然后就是一个好的防晒。旅行和外出可以带一些旅行装的小的 cream， 护肤如果做到位了，其实皮肤好素颜出门也是可以的。没有，还是专注演戏吧。我会觉得其实演学生还挺轻松的，因为相对来讲状态比较单纯，比较简单。又挺巧的，第二次在上海的各大高中大学的校园里面去拍摄，也挺挑战的，因为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围观的观众。我坐过跳楼机，感觉下来还挺不舒服的。蹦极我觉得主要是现在克服不了这个恐惧，颈椎不太好，所以在我力所能及的状态下，我觉得会尝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。预知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关注即将上市的优家花报。